早晨，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呢个大沧南北，又系我世荣咧，同大家喺呢个宽阔嘅草原上面，同大家咧讲下马仔咯。咁今次咧啲仓位咧可以点样分布咧？讲之前，希望大家订阅右手边咧呢个猪仔或者吓右下角啦，我个头像啦。咁啊，今晚咧有呢个即场 live 投注俾大家睇啊，大手升跌，千祈唔好错过。咁啊，讲翻个仓位分布咧，今晚要比较注意边几个马房咧吓。我哋喺坚仔赛马 app 嗰度揿练马师嗰栏。咁你會見到咧，高東尼咧都好似強兵列陣噶啦，咁又減分特登過嚟谷草跑美麗精神啦，借咗周俊樂嘅落滿貫啊，甚至乎前面咧，我覺得非常容易贏嘅好運寶寶咧，呢啲馬大家都可以留意啦。咁另外啦嚇，團重兵出擊嘅咧，仲有啲中油馬房喎嚇。咁見到咧，阿蘇慧賢咧都隻隻有噶啦，差唔多上次兜外圈醒目再臨啊，大當家落班即刻借蘇兆輝蘇明倫啦。另外，能量之星轉倉何良更加要留意啦。安日寧靜咧嚇都試準曬噶啦。咁另外咧，神州進星咧亦都可以跟前走啊。今次抽內檔會擺前啲。咁呢啲倉咧，大家都要留意嘅喎嚇。好啦，咁今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右邊頭像一間可以訂完我呢個節目。今晚咧有呢、這個即時咧嘅 live 投注俾大家睇，用堅仔大手升跌幫大家贏錢啦。咁記得咧訂完啦。咁我哋5:08再見，千祈唔好行開，拜拜。